对，下回咱们还得来。太好了，下回咱们冬天来，好不好？哎，太热了，太热了呀！冬天暖气足着呢。下回夏天来也行，找一个游泳的池子啊。来吧，咱们把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们都叫过来，一块聊聊啊。从头开始，那是高峰高老板。哎，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。这是我的儿子，孔云龙。这孔子啊，张九来。这个狗你都认识吧？啊，张九来。我的徒弟高九成。嗯，主持人是我师弟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，每到这个时候呢，都是有观众愿意看谁谁表演个小节目啊。今天也不例外，你们要看谁呀？好得啊，我一句都没听见啊。好，上九南啊，来，上狗南过来。你花钱那个托在那儿呢啊。来，老师唱个歌吧。好的啊。突然好想你，你会在哪里？过得快乐或委屈？突然好想你，突然分离的回忆，突然模糊的眼睛。九成啊，来过来。哎，九成在我徒弟里边算是会唱的啊。我就没听明白，那你连个八度字呢？别嘴巴嘟嘟。好。我唱那个，唱一个衙门记。啊，行，随便啊。胭脂粉好比那迷人的药，蜜糖最好比两把杀人的刀。就是那个高子的鬼啊，小心点好比那个恶毒枭，要有腰如同是斑马的锁，风筝眼比我走上独木桥，金花院好比那森罗天，不明白就是那个李煎熬，一双玉碗千人点，感觉朱唇万颗，摇滚那张王贺礼招，鸳鸯枕上闯娇娇，回不听家人的苦熏娇，任你儿胡为的软骨飘，直说你花容月貌人更俏，却原来貌美心毒虚情假意非常大。好，我没有他们拍上来。来，上就来。张九来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创作型的选手，能歌善舞啊！给大伙儿表演什么呀？那我也唱一歌。好，就我唱一歌。只是爱爱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你老人唱这什么呀？我要知道我是茄子。我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来来，三儿哎，什么样的？这大妈挺好的，还没死呢。小话，看看，看这胆量吧。哎，好，胆量啊！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玉泽把香儿烧，光荣犯罪又被儿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？小小灰儿影速去报，就说老爷。放了过脚七星剑，把头笑一将热血染正了袍，好汉英雄不负了，
汗马功劳我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厚，留下了美名在不忘古飘。唱得不错啊！你们这儿一般演出结束之后都上哪儿吃夜宵去？说的靠谱，上面济南哪儿？没听明白啊？啊，赞比亚啊！这是那个酋长，你看见吗？行，一会儿演出结束，跟我一块儿去吃个夜宵，好不好啊？怎么还有男的挡杆啊？关云平，快来啊！到了你表演节目的时候了。谢谢大家吧。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吧。嗨，真的，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！魔术在中国可能最后一次变了。哦，接下来要出国演出。哎，这面上没戏法，你这儿藏不住。好，我得让于老师替我先需要人帮忙啊！哦，有仙气很重要。行嘞，你进啊！这就来了。好，什么呀？看见了。什么？狗屁！太大了，是吧？谢谢吧，谢谢杨哥的父老乡亲啊！来来来，往前站，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一个大吉祥啊！内场所有的门都可以。